次呢，大家再多少哟？好，慢下来讲，啊，便宜哟。你查你政府，我你不敢买。以全阿美族语方式教学防疫洗手步骤，这个教学现场不在原乡部落，而是在新北市的丹凤国小妇幼。全台目前开了44班沉浸式族语教学幼儿园计划，但唯一一班在都会区的就只有丹凤国小妇幼。如何能在脱离部落语言环境下自然使用族语？除了校方跟教保员的用心，这个班24位小朋友的家长也必须要跟孩子多做互动。就是这个年纪的，我们其实对族语可能有真的是有一点忘记，然后又不在部落，可是他们的族语就是比我们还要好，甚至他们就是还会叫爸爸，纠正爸爸这样。然后过年就会变余兴节目。像我是从小出生到成长都在都市，我不会说，所以他回家会跟我说。说妈妈，那个助教法富义丹凤幼儿园很注重亲子教学，他们也会安排那个亲子教学学族语的课程，然后还会安排就是制作阿美族传统食物，然后他们就会自信心很强，然后也敢大声的说出来。像我们就不敢说，我们这辈子叫我们这年纪的就不敢说族语。实施近6年来的沉浸式族语教学，丹凤国小妇幼找到了一个在都会区较可行的方式，就是采抽离式学习，每天有半天是学族语，半天回原班级上课。爸爸妈妈也不希望脱离所谓主流教育，所以成立原住民专班会有更多的困难跟不放心，所以我们采取的模式就是每一个半天，然后抽离出来到这边学习沉浸式幼儿园，下午半天再回到班级。既然丹凤国小的幼儿园可以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，我们可以以丹凤国小的案例，鼓励六都里面有比较多原住民小朋友的这些学校呢，用这样的模式来推动我们的族语教学，应该还是可行的。抢救族语从幼儿园阶段开始，原民会也希望丹凤不要是唯一一所都会区沉浸式族语教学幼儿园。原视新闻喜顾导秀许佳荣新北新庄采访报道。